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绿眼镜。如同标题所说，我的 IG 被盗了。今天早上一起来，我发现我登录不进我的 IG， 打开 IG 跑出出现错误的画面，我就重新登录，还是跑出出现错误的画面，一直回到登录画面。我就密我朋友，他就去看我 IG， 他发现我 po 了一些奇怪的现实动态，他马上密了我的账号，我马上写信寄过去。过没多久，我竟然就可以登录了。那我朋友所说的现实动态也都删光光，然后我往下滑，有一些文不见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追踪直接变到9000多个，直接被扣了1000多个，原本是10000多追踪变成9000多，连现实动态往上滑的功能都不见。然后我就马上请了几个 YouTuber 朋友帮我，现在终于又回到了10000。这样推论下来，我的账号应该是被盗，我马上改了密码。我也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要盗我的账号，他是不是想要打 Pornhub 结果打成 PunkBub。 那请大家去追踪我的 IG， 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我决定更用心经营我的 IG， 之后会有更多相关的计划在 IG 上发文问大家，不管是 QA 或是要挑战什么，或是你们的想法想要参与的话，就去追踪我的 IG。 虽然被盗，但 IG 还是我老大，请各位去追踪。虽然前两个礼拜我向 IG 申请蓝勾勾，但是没过，不够红，不够红，没关系，大家请好好保护好自己的账号，然后可以去追踪一下我的 IG， 会有更多的计划在上面。那希望这位把 Pornhub 打成 PunkBub 的仁兄不要再去盗别人的账号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